国会龙头是韩江配还是昆昌配或是蓝绿合，关键少数的民众党经过一个半小时会议还是不掀底牌，但传出党内有五套剧本，挺蓝挺绿，票投自己，开放投票或是分裂投票，甚至黄国昌才在网络节目表态副院长不投蔡其昌，投票会团进团出，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进团出，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啊，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。我会尊重党的决议，我个人的意见是我有四大理由，我不投蔡其昌，这个跟刚刚主席所宣示的团进团出没有违背，这样的回答清楚了吗？这样的回答清楚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这一届国会因为三党不过半，每一票都得精算，假设民众党最后决定走自己的路，首轮投票将出现没人得票过半的情形，必须进入第二轮投票，第二轮将就得票较多的前两名重新投票，赢一票也算赢。昆昌配力拼在这个阶段翻转人数劣势，民众党的游移票还是关键。就是国民党那边都有，就是跟你们说想要私下派。很多啊，就是每天接到很多你不想接到的电话，叫关键少数啊。就是如果有什么会想，会下一个时代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投给民进党变小绿，那、投给国民党不是变小蓝吗？为了抢下龙头，除了游锡堃率先表态愿意去民众党团拜会，国民党韩国瑜也发声，将撇开流言纷扰，前往拜访沟通，寻求在野支持，希望打开合作契机。江启臣更强调，如果院长不是韩国瑜，他会果断退出副院长选举，跟韩国瑜同进同出，坚守韩江配。国会龙头之争诡谲难测，蓝绿白各有各的剧本，2月1号先排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